点班开始。大家有没有吃好今天我兴奋的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谢谢我们的 Jeff 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要先吹嘘一下是不是？ Hello 哥哥，谢谢你来听我讲话。现在大家都是坐在家里，不懂做些什么，对不对？好，我确认一下我的。等一些些朋友进来，我们就开始咯。我们大概三点半这样，再等多一个三分钟。如果等一下我讲的很快的话，大家可以叫我慢一点，因为我习惯性讲话都会比较快的 ，OK？ 如果我讲的很快啦，大家听不清楚的话，你们可以叫留言跟我讲就是慢一点。Winnie， 我看到你进来了 ，Winnie，Hello， 下午好。两分钟，云妮，怎样？你这几天抄到怎样 ？OK 了吗？有抄到 OK 了吗？有没有开始练习了？这几天，这几天都有很大的波动哦。昨天才有看而已啊，然后每天看哦。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需要，如果真的是录了 demo 以后，大家真的是需要啊，每天去看他，当他是你爱人这样看他就对了。为什么？因为他会给你很多钱。OK， 他会给你很多钱，你要当他是爱人这样一直看就对了。OK。再多一分钟哈，我们等等，因为我看到有些朋友还没有进来哟。OK。半秒，这样我就不等了哈。大家等一下可以，其实我们在 Facebook 那边我们也是有 share， 等一下呢就可以去，就是去 Facebook， 大家也可以帮忙我们 share 去 Facebook 的 ，OK？ 等一下我们的 page 呢也是会有 share 的。好，那我开始了。大家下午好，我是 Rainy。非常开心呢，今天我们的 Jeff 老师呢给了我这个机会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进来这边是听什么吗？ OK， 我们是一个交易系统呢是操作外汇的。 OK， 其实我本身啊，我是做销售业是很久很久了，我一直以来都是做销售业的。 OK， 其实我接触这外汇呢也是短短四个月而已，我是应该是一月多吧，我认识到我们的一位朋友，
OK， 他就是下次哈，我学。OK， 他就是跟我说，哎，啊，他最近就是在做这个，就是自己在炒这个外汇。我就说，哎，外汇其实会很难吗？我就问，因为我之前啊，真的我上过有两三个老师的课吧，然后我就觉得很多线呢，他们的图啊，很多线啊，很多就是颜色啊。我有看没有懂耶，真的都不明白耶。然后我当然知道金融是其实就是投资嘛，都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做的一块，可是大家都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毕竟是听到很多人赚钱，也听到很多人亏钱。其实我觉得亏钱呢是为什么，大家的风险管理那一块很多人输在什么贪。其实我一开始抄的时候我也是傻傻这样子跟着，可是抄到后来呢，诶，我也会开始有那个贪的，我就觉得，诶，这样不够，这样不够，我要多一倍，多一倍，就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其实风险管理就是把自己的那个贪拿掉，因为这个是人性的弱点来的，其实只要我们把这一块给管理好了，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哈。其实我当时啦，我朋友跟我，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介绍这系统以后呢，他就讲，哎，很简单的，你来听，而且哦，我们是免费学习的，还有免费的 demo 嘞，可以让你自己回去抄两个星期。我就想，真的吗？有没有这么好？然后我就半信半疑，我就去见了我们的这个系统的创办人哦 Jeff， 然后他就跟我讲30分钟而已哦，因为那天就他比较特发状况吧，他跟我分享30分钟，他就跟我录了 demo， 就这样我就回去开始抄，这样我就开始就傻傻跟着开始抄了。其实我觉得啊，因为现在受疫情的影响嘛，对不对？很多人在家，很多人在就是很多人在家也不懂该做什么好哦。然后呢，就算啊，很多朋友是做生意的，大开店 ，OK， 生意也不大如前。为什么？因为真的大家都很怕出门啊之类啊等等。这个疫情也不懂到几时。我觉得，与其坐在家里等，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个出路嘞？对不对？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多时间都会坐在家，也不用上课啦，也不用有些朋友也不需要上班啦。我觉得真的，我们可以趁这一段时间我们去学习另外一个技能，因为我觉得金融啊、外汇啊、股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然后每天都有很多钱在里面转啊，所以我们不要开一个水喉匠，然后每天滴滴滴滴一点滴进自己的口袋嘞，对不对？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去学习啦，因为今天我只是大概跟大家做一些解释，做一些分析哈。如果大家真的是有兴趣，等一下就是下我分享完过后，大家可以就是下载我们的14天的免费的系统，大家去操作玩玩看，哎，反正不用钱嘛，对不对？也不是什么，大家可以去操作看看，哎，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哎，可以不会觉得，哎，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这么简单？真的，我们每天呐都是很稳定，很就是很安全的去赚取这个金钱的哈。 OK， 还有朋友还没有进来的吗？我又没有讲很快，因为我习惯讲话很快耶，我会不会讲太快？大家可以不可以给我一点 feedback， 需要讲慢一点吗？会吗？我会不会讲太快？不会哦。 OK， 很好，好，谢谢你们。OK， 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 EQ System。然后左边这一位，这边左边呢，好，这位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Jeff 啊，他是我们的系统研发人。那右边的呢，这一位帅哥呢，就是我们的金融学院的院长喽，他叫 Sky。OK，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是一家呢拥有马来西亚政府认证的一个金融学院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CERT 咯。OK，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 EQS 就是交易系统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导师啦，Jeff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去交流过、演讲过之类的哈，等等。
OK，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系统。其实真的这个系统哦，在开始之前我跟大家讲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你会看颜色，就是说只要你会分红色跟青色，基本上啊你就会用这个系统了。像我这样啊，我真的是有点白痴的，可是对我来讲啊，我觉得一点也不难。之前我老师就是跟我分享了30分钟，就这样我就自己开始抄了哈。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一个页面里面呢，是不是有24个产品？那什么是产品？在外汇里面呢，就是什么钱跟钱嘛，国家跟国家的钱嘛，这是我的认知啊，因为我确实是小白，我才抄了四个月而已哦。OK， 就是钱国家跟国家嘛，这样我们大概是有200多个，我们没有500个国家。200多个国家而已，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国家跟国家的兑换率啦。在我的认知里面，外汇是什么？很多朋友会问我外汇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钱换钱赚水钱，就是这么简单。像我们去 money changer 啊，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说低的时候买，可能进这个 currency， 然后高的时候你卖出就是这样子啦。 OK，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的系统呢就是什么，已经为大家选好24种产品，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页面啦。 OK， 然后这一个24个产品里面呢，大家只要选出，大家有看到那个八卦吗？有红色八卦，有青色八卦，很简单，只要选出八卦在前端的，最靠近前端的， OK， 大家可以看这个就没有了哈，我们不需要去理它。像这些在前端的我们就 click 进去啊。等一下现在呢我先跟大家这样子解释一下先啊，等一下呢我才正式的示范给大家看。当你一 click 进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图意呢它就会跟你显示，哎，现在是红色还是青色这样子哦，大家只要注意太记就可以了哦。再来呢，这个就是这个一根一根的，其实我不懂它叫什么，它是叫 K 线，对我来讲它是叫蜡烛。大家有没有觉得它长得很像蜡烛这样一根一根？那红色一根一根的蜡烛呢就是涨的意思，就是 buy。 OK， 然后绿色的一根一根这些呢就是什么，就是跌啦，就是 sell 做空。在外汇里面呢他们就是讲做多跟做空，但当一开始我觉得哦，它就是红色就是涨上去咯，青色就是下咯，就是跌咯，就是 sell 的意思。 OK， 然后呢 OK， 还有这一个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其实是什么，就是讲在今天里面这整个趋势是涨的还是跌的，所以就有青色跟红色。所以我们系统呢大致上呢只有两个颜色，就是红色跟青色。大家只要会看颜色，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独立操作做单，不需要讲哎呦我烦恼我要讲进单，不用的哈。再来呢我一次转到 OK， 然后呢在我们真的是看到下去呢，我们就按图二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会整个为我们分析整个的单是怎样去做的哈。再来 OK， 这个我就不要讲先啦。 OK，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另外一个要看的，就是黄线跟白线，它是这样子的，黄线在白线上面就是涨的意思，就是红色，黄线在白线下面的意思就是跌的意思。 OK， 就是跌的意思。 OK 吧，等一下啊，我再跟大家讲过一次，黄线在白线上面就是涨的意思，就是上啊，就是红色啊，然后黄线在白线下面就是跌，就是 sell 的意思。 OK， 大家先听一遍先，因为这个哦，其实我听了回家啦，我也是还不是很记得的。 OK， 等一下先啦。 OK， 我先 mute 大家先。 OK， 我也是不是很记得的，我是真的用，因为我的脑子不是很好，我真的是写下来以后慢慢的去想上下黄线是上是下啊，这样子哈，大家不需要真的是很认真看先，大家听我讲一遍先。OK，Hello，Jasmine， 我看到你了，不过我不要跟你讲话。OK， 来，其实呢，我们做外汇呢，另外一样事情啊，我们最重要是什么？新闻。
其实新闻真的很重要，为什么？每一段新闻就是说它会出来的时候，对不对？看到了，然后每一段新闻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它一定会有波动？就很像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嘛，钱换钱赚水钱嘛，对不对？就是每一段新闻的时候呢，我们去留意，不是很认真的去看它的是怎么啦，什么新闻啦，大家只要留意它的时间点，这样在那一个时间点呢，它会比较有一个大的波动。OK， 大家可以去 download。那个什么 App Store 里面，然后你们 iPhone 的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因为我是用 App Store 的。OK， 你们去 download investing.com， OK， investing.com 啊，你们去 download 这个，你们去它的日历里面，你们就可以看到，哎，几点啊，几点啊，什么国家有什么新闻，就是这样子的。OK， 就是这样子。那其实呢，我们的 EQ system 呢？就只有四大指标。第一，你一定要找到太极出现的产品， OK。 第二，要完全符合才可以进单哦，真的要完全符合，要乖要听话，不要以为只是一个不符合 也进单啊，不要，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最重要是什么？要稳稳赚， OK， 赚慢不用紧， OK。 然后呢，我们的 K 线就该我跟大家讲的那个蜡烛嘛，蜡烛是红色啦，中间那个是红色啦，对不对？然后下面的那个它也是有红色跟青色。如果大家是做红色的话，做涨的话啦，这三大指标都要是红色。再来呢，就是什么黄线在白线上面，刚才我就跟大家讲嘛，是红色，只要符合这四大指标才可以做哦。OK， 如果其中一个不符合，就不要做。OK， 然后再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当四个符合以后呢，大家会看到，哎，很多个蜡烛嘛，对不对？很多个，只要超过四支以上，大家就不要做了。为什么？可能它的趋势就会转换了。OK， 就是这样。OK， 这样我们等一下我会就是示范给大家看看哦，给大家看看，大家暂时先听我讲哈。然后呢，我们的手术就是说，哎，我们要 bet 多少？我们这里的我们的老师呢，就已经帮我们 set 好了，$1,000呢就是 0.05 哦，就是 0.05。像我本身我是玩$200，因为我觉得慢不用紧，最重要是稳哈。sikit sikit 加你不给。OK， 我$200我是玩 0.01 的。 OK， 我是玩 0.01， 我们是每$200就 0.01， 含$400就 0.02 这样。 OK， 我们每一次最多可以做10个单，你可以买10只单。然后呢，我们是要 set 自己 set 那个止损点跟获利点的。这个呢，再详细的这个止损点跟获利点呢，大家就是等一下录了系统以后呢，我们的真正的老师呢就会教大家怎样去 set 这个take profit。 OK， 那其实呢，我们一般上呢是在什么时间去做单？早上9点到12点， OK， 那个是亚盘开始。然后下午3点到5点，这个是欧盘开始。然后再来就是晚上8点到10点，这个是美盘。其实这三个时间段，因为一开市嘛，所以他们的波动都比较大的。 OK， 大家可以留意这三个时间。再来呢，就很像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新闻的时间。 OK， 就是你看 calendar 里面几点几点有新闻，那就会有波动哦。 OK， 就是这样。哎，这些就是我们之前的就是交易的那些啦。好，那我就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系统是怎样的。这是 live 的啊，这个是我的先啊。 OK， 大家有看到这个24个，我们一按进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是就是有这个24个产品哦，就是这个系统已经为我们选好了的哦，然后我们就可以找看咯，找看哪个呢？就是 OK， 你们看到吗？像这一个，大家有看到吗？这一个是完全没有太极的，那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去看它这个哦，因为没有signal。 OK， 然后我们去找出太极在最前端的。 OK， 这个太极离这边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这样我就不去看它了咯。这个也是一段时间了，因为它已经可能太久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看它。我们只要看什么呢？我们只要去看这个太极呢是在最前端的。 OK， 大家有看到吗？这个是不是在最前端的？ OK， 只要我们click进去，
这样我们 click 进去，我们就看到这个页面啦。这个页面是不是这一个太极？是不是在最前端？有没有在最前端的呢？我们就按进去我们图二里面。OK，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该我就跟大家讲了，蜡烛这个一根一根的蜡烛有红色啦、青色、红色、青色，我们就看在最这边最靠近这边的。OK， 红色对不对？这一个中间的线。OK， 我们的日线也是红色，有没有？就是上买多的意思，就是上。将这个青色我跟上面的不符合，刚才我就跟大家讲嘛，四个都必须符合才可以做单，有没有？而且黄线是在白线下面，就是青色。将四个里面呢，只有两个是符合罢了，将我们就不要看它咯，我们就出回去去找。我们要找呢，四个都符合了。OK， 完全四个都符合的。OK， 那我们就出来找咯。OK， 可能大家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要看那个半个小时了，因为比较慢嘛。可是久了以后哦，5到10分钟，大家就应该是会看完了。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也比较远了嘛。我们来看这个 NZDUSD。OK，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哈、哦。OK， 大家有看到吗？刚才我们在外面这个页面看的是什么？青色嘛，对不对？在最靠近这个的太极是什么？青色嘛，有没有？我们就来看一下，青色嘛，像这个四肢蜡烛是不是青色？是不是在四肢以内 ？OK， 可是它这个日线是红色哦，这样就不符合了咯。然后这可是它这个，看大家看到吗？这个是青色，黄线在白线下面就是青色，意思就是说做 sell， OK， 做 sell。然后黄线在白线上面是上的意思，是 buy 的意思，是红色。所以可是这三个符合，我们的日线呢没有符合哦，因为它是红色，那我们也不要做单。我们最重要是什么？乖听话照做。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结果只要一个，就是赚钱。我们不要去看它。 OK， 我们永远都记得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就是要赚钱而已，其他的我们不要去看。OK， 因为这个时间是几点哈？ 3:40多。哎，这个很像要出来又不要出来，这样我们按进去里面看。OK， 这个是什么？青色，最靠近它红色了。可是还有一个比这个靠近是青色嘛？有没有？我们就按进去图二看咯，对不对 ？OK， 哦，它又变回红色了。所以这个是有红有青。其实大家看到哦，有红有青，基本上啦。就不需要去看它了的 ，OK？ 还有吗？有没有单看呢？嗯，现在这个时间很像没有哈、哦。以这个 OK，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OK？ 哦，这个也是一样。你看，它第一支蜡烛呢是这个青色 ，OK？ 它的这个中间的线呢是红色。这个也是青色，下面这个也是青色，黄白线呢？黄线在白线下面，对，也是青色，也是 sell 的意思。不过呢，它的日线，这个中间这个线呢，就是我们的，就是今天它的趋势是涨，是上还是下，会是涨还是跌？所以四大指标只符合三个，我们也不做，我们要乖听话照做。来，我们要稳稳赚。其实真在我之前呐、啊、哈我所接触过的系统呢是有很多颜色的，紫色啦、蓝色啦、什么啦，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呢永远只有两个颜色，就是红色跟青色。红色就是涨，就是 buy 上的意思，青色就是绿色，就是 sell 就是下的意思。 OK，真的，我们只要 click 进去，我们看，哎，这个太极是青色 ，OK， 我们就进去里面，我们看再放大啊，分析表，哦，这个是青色，大家有看到吗？这个青色，可是这个中间的线还是红色哦，这个是青色，黄线在白线下面也是青色，好、哦，所以还是不可以买的，因为这个中间的线是红色 ，OK， 四大。指标就算符合三个指标我们也不要买。 OK， 我们要符合到完四个我们才可以买，这个真的是重点来的。因为我曾经个人
我有乱乱买，我觉得我很厉害了，然后我会乱乱买，可是呢，哎，就碰钉子 ，OK， 不行啊、哦。今天是没有什么单可以看呐、啊，没有什么单可以做。哎，这个我按到书，看一下哈，有没有一些给大家看，是全部都是那个指标的 ，OK。这个也是一样，看到吗？其实大家有看到吗？这边是有很多青色的蜡烛，看到吗？小小支的啦，大大支的啦，像这个哦，已经这样子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很多支啊嘛。像通常超过很多支的，我们就不要去做单了，因为整个趋势已经很久了。OK，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等一下哈，我开一下你们的麦。给你们问问题一下，OK， 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吗？要问一下。有吗？怎样买呀？其实今天呢，我纯粹就是跟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呢，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大家可以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像很不错，很好玩这样哦 ，OK， 又可以赚钱哦，大家就可以去录我们的 demo， 最重要是免费的 ，OK， 没有收费的，大家可以去试玩。那在这个14天里面呢，有什么问题呢？哎，大家可以联络我，或者是可以联络我啦 ，OK， 或者是联络带你们进来的朋友也可以 ，OK。然后就去问他，哎，怎样啊？怎样下单啊？怎样去操作啊？都没有问题了 ，OK。然后像今天呢，我们明天呢就会有我们的 Jeff， 我们的系统的创办人呢为我们做详细的解释。如果大家今天录完 demo 以后呢，八点还有一段波动吧，因为是美盘开市嘛 ，OK。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去玩玩看，哎，到底怎样下单，怎样玩？明天呢就可以进来我们的。就是我们的 Jeff 老师呢，为大家呢做更详细的解释 ，OK 吗 ？OK， 我有没有讲得很快呢？我声音有没有会很快吗？如果是明白，有明白吗，艾伦？有 ，OK， 很好，不枉费我讲那么多。其实我没有讲很好，我只是觉得我把我自己。所学到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我看过很多其他的系统，真的很复杂，而且就算我研究了就算我觉得因为我很笨嘛，我觉得就算我学了两年我应该也不会，很多线要去看啊，很多线要去研究啦，可是在我们系统里面呢是不用，最重要就是青色跟红色，只要你会分辨青色跟红色，大致上就没有问题跟做单。另外还有那个黄线跟白线啦，其实大家只要写下来，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我是写下来的，写下来了每次要做单以前呢我就先看 OK， 先看黄线在上面是什么、啊、黄线，等你做了一两次以后呢，哎，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记这了的 OK， 可以吗？iPad 可以安装吗 ？iPad 是不可以安装的哦，是需要电脑的哦，是需要电脑 ，OK， 是需要用电脑 ，OK， 是需要用电脑的。大家可以去找一台电脑来安装一下，来玩玩看，哎，到底这个东西是有多吸引你们 ？OK， 我会整架电脑搬去你家咯。哎呦，给我这个好好来来来，吓死宝宝了。其实真的，我今天其实我哎，等一下先啦 ，OK， 一下子啦，这个是蹦完。其实我今天呢，就等一下哈，我今天呢也是出了三只单，不过等一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大家记得过后的话去安装我们的系统哦。大家可以找带你们朋友进来，带你们进来的朋友，
看老掉。带你们进来的朋友，你们找他啊，就是叫他给你们那个 link， 或者是在我们的 page 里面也是有这个 link 的，大家可以去安装。安装以后，你们不懂怎样下单，不懂要怎样，大家都可以问。然后我们明天 Jeff 老师呢，会真正跟大家分享，哎，整个系统是怎样哦，整个是怎样，怎样去操作之类的。OK， 四大指标都符合的话，蜡烛在四支内，其中一支蜡烛有星星，是否一样不能下单 ？OK， 这一个呢，其实是可以下单的 ，OK 是可以下单的。然后对于这一个问题呢，明天我们的 Jeff 老师呢会再跟你详细解释 ，OK， 因为其实明天的课程里面，等你们录了 demo， 你们就会看到，哎，为什么会有太阳？为什么会有星星？这样子 ，OK， 它是一个 support resistor 来的 ，OK， 是小的跟大的。这样我跟你们讲，大家也不明白，就很像当时我也不明白一样 ，OK， 你们先录了系统，然后你们再听一堂真正我们的 Jeff 老师讲的课，不会用系统怎么办？不会用电脑怎么办？不用紧，就谁带你进来的呢？你就问他就好了，只要你会 on 跟 off 就应该没有问题啊。我们会一步一步教大家的 ，OK。不过我坦白跟你们讲啦，其实我也是电脑白痴来的，我也是不会的。我是因为这个系统我才买电脑才开始学的。其实基本上就只是那几个 step 而已啦。Go how much minimum investment？OK，是这样子的。一开始的话呢，大家先录 demo 玩，大家玩两个星期，把所有的错误都放在这个 demo。为什么？因为我比较厉害。为什么我比较厉害呢？因为红是涨嘛，是上嘛。当我玩 demo 的时候哦，我就玩红色是下，我就买 sell， 红色我买 sell。你讲我厉害吗 ？OK， 我可以笨到这样，我会犯。错误 buy 我买成 sell 我买成 buy， 所以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录 demo 完，把那个错误都放到完，然后 minimum investment 是多少 ？OK， 其实我们的老师是觉得$200是最好的，$200为什么是最是 safety 的，是 safety 的，在这个里面$200大概是800多块 ，OK， 这样如果你没有接触过雨山，完全没有住。接触过我应该讲开始 ，OK， 你可以联络带你进来的朋友，然后呢，你下载这个 demo 先，真的，你们现在我再跟你们讲再多啦，你们听了你们也是忘记的，跟我一样的，我觉得啦，因为如果除非你有外汇的底，你就懂我在讲什么，如果你是没有外汇的底哦，你们会听了我觉得哇讲啊，那个白线在哪一个线上面啊，所以你们首先录 demo。大家录好 demo 的时候，你们就去乱按，没有关系，尽量去犯错，尽量去按，不会坏的，不会输钱的。大家乱按，按了过后呢，哎，你们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是什么啊？那个是什么？才问带你进来的朋友。然后呢，我们每个星期四呢，暂时每个星期四，我们的 Jeff 老师呢，在晚上8:30会跟。就是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解释怎样真实的去操作，整个是怎样，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写下来，而且是 live 的，你们不明白马上问不明白马上问 ，OK， demo 要去哪里下载呢 ？OK， 我们的 Jeff 老师已经发上来了的，大家有看到留言那边吗？那边就有我们的那个demo 可以下载。OK， 如果你下载不到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联络带你进来的朋友。OK， 你可以联络 带你进来的朋友，然后叫问看他，哎，到底是什么问题？其实我觉得啊 ，OK， 你看，现在这个疫情嘛，大家真的大家都经济也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嘛。如果我们现在做生意的话 ，OK， 也受影响。现在如果你要开生意，就是要做一门生意也很难。大家如果要做刺，因为刺是最容易的嘛。可是现在也红海一片啊，对不对？很多人也在做刺啊，也是整个就是很多竞争啊。那大家，我觉得啦，
做每样东西都要投资，都要拿钱出来吗？我们这个呢，系统呢，免费让你操作，免费让你试，OK？你试，你认为好适合你自己，真的，你才来金钱，才来去，学这个操作外汇，OK？你才来真的去操作。在你如果你录 demo，你觉得哎不可以啊，不适合我，很难还是什么，你就不要咯，对不对？那如果你认为跟我一样，哎，你玩了下去，哎，原来真的，我每天这样容易就。我真的每天都在捡钱，一到三八线是没有问题的，OK？一到三八线是没有问题的。什么是一到八线？就是一到三八线，就是我们 capital 的一到三八线，OK？于三思，如果想开始要投资多少钱？一开始你先录 demo，录了 demo，你认为哎真的适合你，你要 OK？200块是 minimum，200块是 minimum 啊，OK？200块是 minimum 投资。OK，这200块不是给我们哦，是放在你们的户口里面。然后呢，你们去你们就是给你们开始去做投资的。OK，像刚才我所说的嘛，每一样东西都需要金钱去投资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200美金，马币800多块，OK 啦。OK，可能真的是很辛苦，可是这800多块绝对可以为你长久。带来这个利润的，真的，我从1月多炒到现在，OK，我每一天都是赚，每天都是赚，我外道没有，我每一天都是赚一点钱，赚一点钱，OK，都赚一点，因为我的 capital 不大嘛，我也是200美金，OK，我 capital 不大，我每天呢，我是有一天输钱，为什么？就是3月多的时候，美国垄断市场那天，OK，因为这么盘就很像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我很贪，OK，我来了咯，我下单啊，下降啊，那样啊，买很多啊，这样啊，所以真的，自从那次开始啊，我就跟我自己讲，乖，听话，照做，不要贪，要稳。我们反正市场是天天有，OK，我们只要乖，听话，照做就可以了，哦。vivo 这个 render how much？而其实呢，我们就是这个系统呢。大家呢用到好以后，对不对？我们这个系统是出租给大家用的，OK？出租给大家用的，我们的是就是50美金，OK？50美金每一个月计算的，每一个月计算50美金哦，50美金，OK？大概是200块马币左右啦，OK？大家放心，是绝对赚得回的，而且是绰绰有余，放心。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月大家会有一点觉得哎不，因为一开始嘛，大家也不是很敢下单还是怎样嘛。But 接下去大家放心是没有问题的哦。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问题吗？其实，在金融最近我也是在看，这个《富爸爸》啦、《穷爸爸》的书啦，然后看一些投资理财的书，在很多的投资里面呢，当然，如果说基金那些是比较低啦，像股票啊、跟外汇啊，股票呢，其实我知道也是很赚钱，不过需要的 capital 的，我们的本金是要很大嘛，对不对？也要几万啊，几万是很少，可能10几万这样子啊，我觉得外汇是一个呢，真的是你可以用很少钱，慢慢一点一点去创造你这个财富的，绝对能够。而且呢，我觉得，我自己是算过来啦，复利真的很可怕，真的复利很可怕，复利哦，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今天比如说你200块开始，你赢了。我们说一到三八线嘛，就是20到60%嘛，对不对？因为外汇一个月有20天嘛，然后你再去真的是做复利以后呢，就是你慢慢去做复利啦，真的是一条钱，不就是一个蛮可观的一个财富来的。有没有线下课程？有的，我们是有线下课程不？过呢，因为现在是 MCO 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暂时是线上课程。只要一开放以后呢，我们是有线下课程的。我们的线下课程是 KL 马六甲、JB 都有了，OK，都会有的。线下课程啊，我们是没有收费，我们是
免费让大家学习的，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怎样去用一个这个系统。其实在外汇啊，之前我上过一些老师的课啦，他们都是教一些技术，你们要自己看，自己画线，要这样，要那样，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自己去看。可是在我们这一套系统里面呢，是完全没有技术的，只是一个操作模式。怎么说只是一个操作模式，只要看红色跟青色，像大家就可以去操作了的。 OK， 即使老师没有在你旁边啦，你也不用打电话老师，哎，老师我要买上还是买下，我要讲不需要了，只要你会看颜色，在四大指标里面呢，大家都可以容易简单的去下单的。好，我们是有线下课程，总之我们的就是说大家入了系统以后呢，大家的课程呢，我们是完全没有收费的，暂时是完全没有收费的，都是由我今天只是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把我学到呢跟大家讲。如果是真正的时候呢，就是说讲解整个课程的时候呢，是由我们的 Jeff 和我们的系统创办来为我们分享的。 OK，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有什么问题没有回答到大家的吗？有没有？对对，是我们线下课程会在 MCO 结束的时候，因为现在真的是非常时期哦，非常时期，真的，我也是不太敢出门，只要我坐在家，真的就每天可以很轻松、很简单、很容易的下单。OK， OK， 我跟大家看一下哈。OK，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有吗？这个是我的 account， 这是我在打折的。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哎呦，这个我也赚这个礼拜因为我的付口每次都是200块的，这样今天星期几我赚了一个11块多，大家有看到吗？对不对？11块多。OK， OK， 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成绩啦。OK，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呢？还有什么吗？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线上课程呢？ OK， 我们是135都会有线上课程，我们有华语的版本，也有英文的课程。 OK， 今天晚上8:30我们有英文的老师为我们分享。 OK， 英文的老师。 OK， 今天我只是纯粹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小心得，我们是135都有的，大家可以留意我们的 page。OK， EQ system， OK， 我们会 post 在那边，我们几时几点会有。 OK， 三大盘都有各自的时间点，是不是不能超过时间点操单？ OK， 是这样子的，怎么说呢，在这个三个时间段它的波动会很大，就是会上下很大。我们如果我们是在那个时间买单的话呢，我们会很快出单。 OK， 我们会很快 take profit， 拿到钱出单。像我今天早上啊，我买三只单啊，五分钟里面 take profit 出单。 OK， 是不多钱啊，因为我拿50点而已嘛，就快多钱就减盈了3块多钱。 OK， 我每天就是一点一点涨，这不多钱，因为我的本金很小嘛，可是我秉着就是稳稳赚，不要贪。OK， 那如果真的是因为我算起来我也还是小白嘛，所以是最重要是稳嘛，不要贪。其实真的是这三个时间段啊，是波动很大的时候，大家可以很快，比如说可能你一买一下子就可以出场哦，那个时间段有很大的波动。 OK， 就是因为他们亚盘啊、欧盘啊、美盘啊开市这样子。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可能如果我解释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大家可以先就是录我们的 demo 已经在这个留言里面，或者大家可以去我们的 page 里面 EQ system。 OK， 那边也是有 installer。再来呢，就是或者是带你进来的朋友，你可以叫他帮你 install。 OK， 然后明天星期四8:30，我们的 Jeff 老师呢就会一一为大家
解释跟分析，很详细的从头到尾。当中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马上大家可以提出来，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的 Jeff 老师非常好哈，任何问题都能够帮大家解决。OK，还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下线喽，有没有？很开心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哦，OK。大家可以去 like 我们的 page EQ System 在 Facebook，OK？、Okay? 你可以留意我们有什么会放在那里，OK？我们的上课时间呢、都会放在那里，OK？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听我分享，谢谢你们，拜拜。